新一轮的政府消费券很快又来了，不知道大家上一期的消费券是不是已经用得七七八八。我相信喜欢购物 shopping 的各位可能在第一个月已经 KO 了，不过不要紧，我们再过多不用十日又有新一轮的消费券用了。我们当然要本住跟你找便宜抵宜夹尽最悭至底价给大家。今天我们又来到话明锁定最低价去到9月30号的维康，看看他们这期又有什么抵买的精选产品先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，带你们搜罗身边有什么抵玩抵食抵买的东西，可以订阅我们，按旁边的钟仔抢先看，跟贴住我们最新的情报啦。还有记得留言赞好和分享我们的资讯给你的亲朋好友啊，多谢。大家都等得好心急啦，即刻开始我们今天的十大必买推介。第十位，挪威急冻三文鱼扒两件装39元。急冻青鱼柳两件装11元。太平洋鱿鱼原条15元。见到这一期维康做的冻肉都好抵，喜欢在家里自己下厨的朋友仔，是时候又要储定啲凉蛋在家。细餐可以整煎三文鱼扒，日式可以做青鱼料理，中式可以做椒盐鱿鱼，日日都可以煮到不同的多角菜啦。第九位，各款东东云吞、水饺分别都是33元两件或者40元两件。我们看回一般的东东鲜虾云吞，特价都要19.9一包。还记得小时候的时候，阿妈带我们去乐富中心的东东云吞面，依稀记得好像是比快餐厅高级少少，台凳好像是红色做主题那样。即刻去片看回当年的广告啦。我就只记得是乐富这一间分店，不知道香港还有没有其他地方有分店呢？大家对东东云吞面又有没有什么记忆呢？买回两包回家回味一下当年的味道先。第八位，雀巢姜味奶条、紫米奶条5条装80元两盒。看看现在市面都要做49.9一盒，两款的味道都很特别，姜奶味好像姜汁撞奶的味道，紫米奶都很吸引，如果喜欢试吃新味道的你就不可以错过了。第七位，红福堂各款健康饮品9元买一送一，即是平均4.5一支，咁都几抵喎。分别有银谷露、雪梨茶、罗汉果、深蜜、紫贝天葵、咸青柠、五花茶、竹蔗金顺海底椰。而家秋分嘅时间到啦，又系烧烤嘅季节，买定呢啲清热气嘅饮品润喉排毒，咁就唔怕喉咙痛、声沙唔舒服啦。第六位，丝球乜各款煮食油特价，纯正芥花籽油3支装80元，纯正粟米油3支装85元，初榨橄榄芥花籽油3支装96元，初榨橄榄葵花籽油3支装110元，初榨浓香花生油3支装119元。经常在家要煮嘢食，耗油量大，咁梗系等佢哋特价嘅时候入定啲货啦。第五位，健康工房纸包饮品19元两 pack， 分别有竹蔗茅根、海底椰、
柠檬薏米水、冰糖雪梨、山楂苹果、果粒橙、芦荟粒青提，1.2公升，22蚊两支。见到惠康呢期好多饮品都做紧特价，如果你哋屋企嘅雪柜都去得7788，都系时候趁低吸纳啦。第四位，韩国年糕条500g，30蚊两包，原价咧27蚊一包。中意食韩国部队锅，又睇咗我哋之前介绍楼上买到嘅鱼糕片28蚊，同埋嘉兴嘅韩式泡菜酱9蚊，加埋呢个咁抵嘅年糕，就可以自家制一个韩式炒年糕啦。第三位，加拿大咸猪手800g，39蚊，好抵好抵，39蚊咁大只。我哋一般买开咧都要50-60蚊左右。呢款咸猪手制作非常简单，只系需要将佢加热切片就可以食用。相信如果两人食用咧，都可以分到两餐嚟食。第二位，美国急冻雪花一口牛200g，美国有骨猪扒400几g，巴西牛尾都是400几g，全部都是70蚊两包，即是平均35蚊一包。第一位，半壳鲍鱼6件装，加拿大比目鱼扒400g，越南有皮石斑鱼柳380g，印尼海布白虾肉200g，全部都是78蚊两件，平均39蚊一件。法国惠康近期好多急冻嘅食物都几平。可能是为了迎合现在时下很多家庭都在家煮食，少了外出用膳，所以都入了很多不同款式的冻肉给大家选择。就来到惠康宣传所讲的锁定最低价到9月30号，不知道之后会不会还有更加多的优惠呢？我们拭目以待啦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，带你们搜罗身边有什么抵玩、抵食、抵买的东西，可以订阅我们，按旁边的钟仔抢先看，跟贴着我们最新的情报啦。还有记得留言、赞好和分享我们的资讯给你的亲朋好友啊。多谢。